小朋友们早上好。陈老师，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？今天是星期一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复习。今天要复习什么？我们要复习。来，你们看，一声一声，这个是叫一声。然后谁棒一声就是护士，护士。然后医生和护士在哪里工作？钱老师，一定不是在学校，是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在医院，医院，医院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作业是，我们要先数一数，好吗？数一数，对，数一数有几位医生，有几位护士，有几个医院。医院，好，我们数一数，第一个是我们要先数什么？我们要先数医院。医院，我们先数医院。你们一边数，一边给打勾或者就哪一个的是医院，你们先慢慢的圈出来，我再写一下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数一数，医院有几个？跟一起数，跟秦老师。好吧，来，你们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医院有六个，你们看一看，哪一个是六？你们要圈出来，哪个是有六的？六，你看这个是医院，你们要全是一横的。yang satu baris sama gambarnya ya, jangan cari yang di bawah-bawah。你来，先你们看，医院有六个，所有，请老师先全出来。医院有六个，好吗？对。然后医院下面是什么？护士。护士，对，护士有几位护士？你们数一数，老师听一下吧。护士数一数，护士，我们在心里边数吧。你也是自己数，护士有几位？哦，秦老师数好了。好了吗？护士好了吗？数好了吗？好了，然后好了，医生就让他们自己数一数吧。剩下的就是医生有几位？你们自己数一数，有几位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多，你们都已经数得很好。对了，好。今天我们复习的是什么？先复习一下，医生，然后谁帮医生就是护士，医生和护士在哪里工作？在医院，医院。对，我们今天复习的就是那个。好，我们就复习到这里，小朋友们。